大哥，我第一次给你偷东西，我有点蒙圈了。有大哥在，你蒙什么圈？准备一下，干活。去，看这家有人没？有人啊！你咋不问人家有没有钱呢？有没有钱呢？过去，哎，学着点。有人吗？我们是查水费的。开门。好嘞，大哥，这个活我行。大哥，你瞧好了，你干啥呀？啊，破门而入。哎呦我呀！我说呀，就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今天就我这个脾气，我。你干啥呀？这么带安全一点。啊，戴个安全帽就安全了是吧？我就安全。哎呀，大哥，冒点风。大哥，平安无事。大哥，哎呀，沈鹏，沈鹏，大哥，我进来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。抓紧干活。好，抓紧干活，抓紧干活。哎呀，还热乎着呢，工作做。你是不是在吃东西呢？嗯，我们不是吃货，知不知道？是来吃来了吗？这脚什么馅儿的啊？干活去。大哥，搭把手，把冰箱给他干走。你是立功啊？我跟你，我今天就教你什么叫做专业。专业，大哥，告。去，抽屉里肯定有钱，啊！哎呀，大哥，能不能小点声？我还不要钱吗？啊，别别，大哥，这钱我拿的，这是我发现的。那你多少皮我点啊？怕我？啊，你不得一大件吗？这屋里这些大件你随便拿，搬走就归你啊！这家，哎呀，录音机，妞妞，我来。妞妞，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坚强，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。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，你把它交给舅舅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封信是给舅舅留的。女儿，妈妈永远爱你。大哥，嗯，那钱是孩子上学的钱。对呀，我听见了。不对呀，咱要拿走了，这孩子上不了学了。你是不是真沈涛啊？啊，你没听说吗？人家去很远的地方。证明人家就是出国了，现在什么人家能出国呀？那得相当有钱了。别替古人担忧了啊！去，再找找还有啥贵重东西没？哈，还有封信。把钱拿出来！你要干啥呀你呀？啊？把钱拿出来！你干啥？把钱拿出来！小点声，摸！你把钱拿小点声，拿！小点声，拿出来！把钱拿出来！这不都拿出来了吗？把你自己的钱也拿出来！大
哥，你看吧。弟弟呀、啊，医院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癌症。我恐怕没有多长时间了。我要是走了，你就是妞妞最亲的人了。兄弟，大哥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公安局。公安局你也敢偷？从今以后都不偷了，我们去自首。自首？大哥，兄弟，走。